到天主的爱里面，就会有一些天使陪伴我们，让我们更体会到天主对我们的爱。死亡是一件非常公平的事情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空手而回，没有办法带走任何有形的东西，所以对生活呢，不要这么的执着，我们只要本着我们的信仰，为爱而活，活出爱，一步一步完成我们来到人间的使命。还可以做您的女儿。